里面有没有人？赶快离开！不确定有些东西是百分之百他全资，可是最大的那个赛马场的酿酒厂，因为他自己，他直接把它买下来的。我一直查新闻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以前我是想说，哦，这是我岳母的男朋友嘛，那他有时候来跟他聊一聊，哦，他有在弄股票或什么的，稍微聊一下，然后都不知道他这么牛逼，然后后来知道说，哦，原来他。太可怕了！崇德地震，汤方，汤方，崇德地震，汤方。哦，你还在了？我的车在这边。